我系阅读诗人黎全辉，呢、这个粤字嘅意思系快乐。我选择嘅内容鼓励你喺乱世中用眼睛去阅读，用耳朵去阅读，同埋用诚心去阅读，期望为你带嚟快乐。点解要做诗人呢？孔子话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意思系净系读书学习而唔思考问题，就会茫然无知，冇收获。净系空想而唔读书学习，就会疑惑，唔能够肯定。最后，请你想定分，就系赞赏、订阅同埋分享我哋嘅内容。第一部分，点解要播？点解要播《成为赢家》（Be a Winner） 呢首歌俾你听呢？因为有一位音乐人，佢睇咗金克拉嘅书。非常感动，将书里面嘅主要观念创作成为歌曲，等金克拉喺训练之中可以播放，激励人心。第二部分，播俾你听。第三部分，反思分享。赢家之道就是化梦想为行动，计划工作，完成计划。阅读诗人这一辑《成为赢家》（Be a Winner） 到此为止。我是阅读诗人黎全辉，祝你阅读快乐，思想向上，愿神祝福你。